天津一期892尺嘅三房套连士多房，呢边就有厨房啦，厨房就分为两边，一嚿就 L 型嘅，另外一嚿就独立分开，可以增加个工作台面啦。再入就系工人套房，户主就堆满啲杂物啦。工人套房里面嘅厕所系有窗嘅，再行就有一个长形嘅客饭厅，有一个长形嘅露台，望出去就向翻东南，望到日出康城啦，望到南塘海峡啦。都靓嘅，再扫翻个厅，个楼底都高嘅。顺住走廊行就系睡房嘅位置啦。第一间睡房基本上放咗床、衣柜都有空间，同埋有个大窗台。呢度就士多房，可以俾工人姐姐住啦，或者摆啲杂物。另一间都系睡房嚟嘅，呢边就是下厕，业主就挂咗啲衫晾啦。咁有窗嘅，呢边就主人房都好大，基本上摆咗张床之后可以三边落到床啊。打开窗呢边都系放翻东南，望到海景嘅。然后佢本身呢个位预留咗衣柜位啦，再入就主人浴室，有层淋浴浸浴，同埋有窗嘅。呢间就放租嘅，租金就40000，大家觉得点？